好多人。哎，不是，我直播间现在有问题，我等一下啊，我，哎，房管在不在？杀了呀，这直接给干永久啊，这个。啊，后来停业了。这他妈是高科技啊，这。这是什么玩意儿？有一个不是玩意儿的在我直播间刷的，不知道什么玩意儿。这高科技啊。什么高科技？没有，他们疯狂的刷屏，看到没有？这疯狂的打弹幕，我让房管给他处理一下，把他杀掉。杀毒。嗯，对，病毒。有病毒。那一会儿你们干嘛去啊？一会儿你不说请我吃麻辣烫吗？啊！你们一个要回，你要回家，然后你要吃麻辣烫。嗯。你给钱了？嗯、我差了点钱嘛，还你给钱？瞧不起谁？埋汰谁啊你？不行。姑娘，你一会儿干嘛去啊？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周周，对，一个周周，一个猪猪，对啊，啾啾，啾啾啾，嗯，我一个朋友也叫啾啾。你们三个人是不是一伙的？我也好奇这事。你才一伙的，你才一伙的，我都不认识他。你们不真的不认识吗？他俩一伙的，就他们俩。我们俩是一伙的，对啊，我们俩是一起的。哦，你们两个认识，他你们都不认识啊？对啊，他是我叫过来的，你不记得吗？哦。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有电话？没有，我还没捋清楚咋回事。哎呀，耶，很漂亮。可不可以多刷点礼物？为啥呀？因为多刷点礼物就很开心。多刷点礼物很开心。等下就多请他吃麻辣烫。多刷礼物，多请我吃麻辣烫呗。钱也是我赚的，就跟你没啥关系。你还那么开心。对吧？可以，我跟你讲，不吹牛逼，马上随便吃，啊，想怎么吃怎么吃。你应该这么说，你说老铁双击，老铁双击666，我想吃麻辣烫了。哎、可别双击了，你们觉得喝了酒啊？哎呀，还想吃麻辣烫？爱情麻辣烫，我要尝一下爱情的味道。哎，巧了。我也就是想感受一下爱情的味道。感受一下爱情的味道，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等一下，这孩子没发烧啊？这挺正常，也不热呀。喝多了。咋说胡话了？你这。喝多了。他净说胡话呀。喝多了。我要去跟大爷蹦迪。啊、我要去跟大爷斗舞。那有个保安大爷。你要跟大爷蹦迪，我要跟大爷斗舞。你别把大爷摇散架了，都得赔钱。大爷托马斯拳拳，我操，花样真是。哎，但是我觉得跟大爷蹦迪，大爷蹦迪好嗨哟、哦。这大爷，我也会跳舞。这大爷在酒吧里面耍太极啊！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这大爷真狠，学都学不来，真的学不来了。黑色不错，黑色给大爷一。来，你咬一个，我看你咬来，蹦一个。我就是黑色。就只会这一招吗？哎呀，我还会。好嘞，等一下，你再来一个。好，我给拿包来，把外套脱了来，穿外。为什么要把外套脱了？谁在酒吧里面蹦迪还穿外套的呀？酒吧里面不都是两个？你欺负我没去过酒吧吗？好嘞，蹦一个。学习一下，学习。没有，真的，我长这么大，我都不知道酒吧里面是咋蹦的。酒吧都是一男一女抱着腰的。啊，来一个。哦。我可以啊，你这。我觉得看评论就贼开心。看评论就贼开心了。哎，你蹦一个，我看一下怎么蹦的，这蹦迪的时候。有音乐怎么蹦？来，蹦哧哒哧，蹦哧哒哧，蹦哧。八五七吗？啊。来，八五七，八五七，八五七，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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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谁做不了羊？哎，有点东西啊！闯入门下，签了吗？嗯。我觉得这个确实可以签了。可以。但是，你得他有兴趣当主播才行呢。他有兴趣。我想当一个傻屌。不用想，你已经是了。理想，这是我的理想，我想当一个傻屌。你已经是了，你这么年轻就完成了你的梦想。精神小妹儿，你这真的，这今天多大啊？就我
我今年八岁了。你今年八岁了呀？对呀、啊，我今年八岁了。哦，真羡慕你，八岁就完成了你毕生的梦想。妈妈不能来酒吧泡吧的，我要回家喽，拜拜。咱不吃麻辣烫了吗？麻辣烫，妈妈说不健康。麻辣烫不健康。哎，咱加个微信没？就回头那啥，你要想当主播可以找我，真的，我们公司老牛逼了。我知道。你知道啥？你知道？我知道你很牛逼。我跟你讲，就是我公司哦，因为我不是最牛逼的，我老板比我还牛逼。妈妈，你知道这车怎么来的吗？有个跑车。那有小弟的。那是你小弟的。啊、嗯。就你叫他小弟啊。他在车里，你去叫一下招呼，你去打一个招呼。今天他借给他朋友了。那我小弟的车，我小弟借给我小弟的小弟的小弟了。啊、嗯，小弟的车。他今天借给他朋友开了。嗯。好屌。你是真。我要跟你混。跟我混。嗯。要抱大腿。我要抱大腿。来，咱就加个微信。明天商量一下怎么。哎，不是，你除了有一个当傻屌的梦想以外，还没有别的梦想？想到就是当女团。我跟你讲，我不收没有梦想的人，我就喜欢有梦想的女孩。当咸鱼。王总，我有个梦想。我就问你，你想不想？是王多鱼吗？想不想年入百万？他不是王多鱼，他是王二河。王二河，你叫王二河。有没有年入百万、年入月入百万的梦想？有，想。来，加我微信，我能满足你。真的，我扫你吧。行。月入百万，从年入百万。哪个？这个这个09是你是吧？09，对对，这是我。你为啥要09啊？我就是习惯了，这是我的一个代号。哦。就是我是一个实验品。哦。07的师妹，09、哦。对，我是07。哦，我跟你讲，我们在我们公司知道吗？老牛逼，就在公司里面，只要你播一个月是吧？能够稳定播一个月。我不要你。你播，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播一个月之后，马上就会给你签一年合同。只要你签了合同，一人配台跑车。我又不会开。可以请司机啊！而且我跟你讲，我们公司直播间老牛逼了。我们公司是长沙的吗？在长沙呀、啊。真的。长沙最大的传媒公司，你叫啥？叫啥？叫王二河传媒。王二河。智峰传媒。听说过吗？长沙最大的直播公司，智峰传媒。我好像听说过。啊，听说过呀。嗯、是在写王希什么的吧？没有。你有没有吃过锅子？不是，锅子什么？锅子传奇，是不是吃锅子的时候听到旁边有人说智峰传媒？锅子火锅，接地，对不起，我要吃锅，火锅，是不是冰？是不是冰地火锅？听说过智峰传媒？对对对，你老说。我跟你讲，那还能再说啥？智峰传媒公司就在华远，要不带你们去参观一下？去，我要去。你要去啊？我想去，我想做主播。年入百万，我想年入百万。他说的是月入百万啊。月入，对对对，月入百万，那都不叫事儿，真的，根本都不叫事儿。请问要怎么做呢？首先要怎么做呢？首先没有没有，我觉得啊、哦，我这人就是怎么说呢，以人为本，什么事都不强求，因为你喝酒了，知道吗？嗯。就是我觉得吧，你首先是吧，你先看一下我们做主播的一个实力，再带你去看一下公司的环境，嗯、你们觉得行？哎，那就可以。那觉得不行的话呢，那就不强求，是吧？要不我带你去我们公司直播间看一下。好。真牛逼，直播间富丽堂皇。真的假的？啊、嗯。富丽堂皇，有那么夸张吗？哎，有那么夸张吗？我看。真的。那我看别人直播就也很小一个房间。我们直播间就不一样了。来，给你设一会儿，你开回去啊。要不我带你们去参观一下，是吧？户外的吗？对呀、啊。我们的直播间最牛，我跟你讲，播户外只是为了搞人气，衣服拿回去吗？知道吗？拿回去啊。播户外只是为了搭讪，对，然后在室内直播才为了赚钱。啊，室内直播是
你知道？你看，我一看我，我一看我的榜，看一下啊、哦，看到没有？排行榜。哦，这是你吗？啊？第一个是你吗？还是第二个？这是别人给我刷的礼物。哦哦。哇，他给你们刷这么多。请问赵云和天意弄什么弄人对吗？对。是哪位在吗？他们现暂时没在，看到没有？第一名，第一个给我刷了500万。哦、第二个也刷了500万，都是大爷。第三个刷了256万，你大爷还是你大爷？第四个刷了249万，可以。条件看到没有？条件都是你们公司。就这，我一提现，提随便随便提1-2000万，就能买两台跑车。嗯，真的，我一个我说一个月买一台是保守了。嗯。美女的梦想不一定是买车，是买房。那走吧，走吧，一起在这看一下，走。办事怎么样？先拿着，拿到工资啊！先考察一下他们办事的效率怎么样？嗯，可以。衣服，那是我的衣服啊、哦。看你们，我就变丫鬟了。走，一起过去不？不是，我怎么就变丫鬟了？走走走。哎呀，还是我的。啊，走吧，一起看一下呗。我怎么就变丫鬟了？带你们去参观一下。我操，三个，划算呐！嗯，哎，我们就走路过去吧，这车也带不下，好吧？然后这边，就这边，没有。我们可以坐在车顶上的。没有我怕你们把我的板压坏了。300万的板，我们哪有那么重？明明我们这么苗条。那个板，那两个板就100多万嘛。兄弟们，你们觉得以我的条件，我操，我能找得起三个位置吗？丧良心了。走走走走走走，美女，认识志峰不？没有，我想认不认识我徒弟？就是志峰传媒的 OW。哎，你认识志峰不？我不认识志峰，我认识王二和。你可拉倒吧你！我不认识王二狗，我是王二狗。我觉得还是叫小凤比较顺口一点。哎呀，我说，公司就在前面楼下，还好这会儿没下雨了，我操！原本我的发型又没了，又废了。啥发型？不是，哎，今年我跟你讲，你们没看出来我这是渣男锡纸烫吗？不明显吗？这个太明显了，没烫，太好看了，钱花了没烫好。这10多天来对。啊，你们走前面吧，我走后面，你们带伞了。我操！我们的伞。你们三个傻屌。我回头揍他了，我三个有点 hold 不住啊，兄弟们，有没有脑血栓？啊！我操！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们真的要打我。啦啦啦啦啦啦！我跟你讲，兄弟们，700多万的巨额，1000多万的跑车。我们都知道是哪里。好，行，我跟你讲，就从前面。是他家，你别说话了啊！不是他。谁带你们去家里面呢？你们想啥了？我带你们去我家里面。忘了。我是那种人吗？我只是带你们去我公司参观一下。我还以为你要带我们去干啥。哎，我在你们印象中都这种人呢、啊。你
我这人就只是想去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知道吗？家里面猫猫狗狗啊什么的比较多，啊。对，就是华园的，就是前面前面前面。哎呀，太难了。志峰这个败家玩意儿，200了，志峰。哎，你喜欢胖胖的妹子很真实。不是，我在想我的套路，一会儿怎么拍这儿？哎，嗯，我操！你们拿我的衣服去挡雨，你好歹把它反过来呀！哎呀，我衣服废了，衣服埋汰了。我那3000多的外套就这么废了，上良心。哎，老子以后天天去吃麻辣烫，我天天吃麻辣烫给了100块钱，然后那会儿我着急去盖车盖，然后我买单，我问阿姨多少钱，哎，等一下我数一下，我别数了，给100。要是不够再跟我说，然后后面我也找他，他说够了，还多了，真的。我跟你讲，只要跟着阿姨搞好关系，阿姨知道我有跑车，阿姨知道我有几百万余额，我跟你讲，那儿的妹子特别好忽悠，真的好忽悠。我跟你讲，是真的好忽悠，消费又不高，你就用一个轻松诙谐的一个口气去聊天去说话，特别容易得瑟。我愿意为中间那个消费，中间哪一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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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嘿！哎，你们有没有怕猫的呀？啊！我家有一只。喜欢猫，我养的是加菲。我家有一只，那个什么。腿很短的猫，不知道什么猫。腿很短。腿特对啊，它好像是侏儒，就是有点缺陷。哦，好可爱的这种。就是我买的时候呢，觉得它是老残吧，它是有点。老残！居然骂你的猫是老残。它有点残疾，然后我就。我觉得挺心疼它的，就把它给买了。哎，确实这种好可怜啊。是不是买？是不是没人在了？在啊，公司里面人特别多。哇，哦，对了，晚上老婆子。对呀，你看。对，围观一下真正的主播是什么样子的。对，围观一下美女多不多，美女然后像人家我跟你讲，就我们公司白天没人，就晚上人多。白天没人是不是可以来打牌？打牌晚上干活，白天娱乐。打牌不打，确实去年去今年一年打牌不知道收多少钱。来这边，实在是赔大了吧？赔大了啊！赔大了，把老板，他没把袖子那赔。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黑色的只要3000块，然后那个的话呢，10000多一点。我说的汗巾就是这。你把它当汗巾？我真的觉得像了，我刚刚过去一看，我就觉得好像是，没有，不是。你们说的汗巾是什么东西？干嘛用的？就是你夏天的时候很热，然后一块毛巾垫在你衣服后面，然后挡住你的后背跟衣服，那种。我大概知道你干啥的了。你应该是幼儿园老师。觉得幼儿园老师，那兄弟们啊，这个地方大家点个订阅，因为前面就卡了啊。这是我公司后花园，真的假的？平时我们员工就是，平时员工在下面遛猫啊。哎，我这伺候花园，我吹牛。我们公司现在在搞扩建。在装修搞扩建，看到没有？我们公司晚上要搞那个开业仪式哦，
这都对，这都是要开业了。新公司。他们太懒了，我是我太懒了，这事儿不愿意，是我太懒了。那你那么绕啊，太隐蔽了。这是出于安全着想。你们都有好主播了，因为我们公司就是要保护女主播的安全。你们公司好隐蔽，知道吗？我们女主播都花了好多钱，就是培养起来的。不把他们培养好，不把他们保护好的话，说万一随便哪个粉丝都碰到他的话，都见到他的话，不值钱了吗？知道吗？专门这样操作的，我们不进，让他关门，再开一次我才进。哎，咋没有电梯下来呀？那个下到下面去了。妈的！啊！搞笑，你好搞笑哦！我怎么搞笑了？就感觉你那一嘴的东北味儿。我不是东北人，我不是东北人。是东北人吗？为什么？那你哪里人？我就是长沙本地人啊。那你干嘛要说东北话？我没说东北话呀，我都没去过东北。我没说东北话。我说我在一嘴的东北。你们是看我个儿长得高，觉得我是东北人？其实我不是东北的。你哥高吗？你别拍我！来来来，你看镜子，来看镜子。你哥高吗？来，我是不是比你高头？高，一个额头。我最起码高，最起码高八个额头。哎呀，你们这群人二来了。走走走走。我实在不忍心。嗯，然后就暴露了他的身高，行吗？你多高？我一米八。你咋不说你两米嘞？我这不想把你说的高一点吗？咱刚刚他想让你变成巨人，两米。嗯。这电梯空调都不开了，闷死了。有点嘟嘟嘟嘟嘟嘟。晚上肯定不开的。你的胸顶着我胳膊肘了。啊，好软啊！我们几楼？哎，三层的，我走。我还觉得这大哥不像我们该下的。这好像是家呀。这是公司，工作室。那你看，现在来，啊，没事啊，随便，你看，在我家猫来出来迎客。这是我妈他家，这不是东西，这是他家，他的鞋都摆在这了好多。这是你家呀？啊，我这是公司。哎，刚才你们不说想去我家吗？我说是。我公司在那个在那个就是，在地下。哇。老李。地下，你们公司在地下。不，你们刚才不是说想来我家参观一下吗？然后我就带你们来家了呀。我要玩猫。真的？请问要脱鞋吗？没有，这也这啊。不用脱鞋吧？啊，没事，不用脱。没事吧？今天我脱一个，啊，我不用。把衣服放出来。你没事，你们不用换鞋，我怕你们脚臭。你脚才臭呢。我主要是你们脚臭没关系，我怕。我穿了黑鞋。就我家的猫子。我穿着拖鞋，我要是脚臭，你已经被熏了。我家猫子鼻子有点性感。有点敏感了，我脚臭，就是没。你脚不臭，反正也不香。我跟你讲，大热天的穿这种鞋，我还想用那个逗他们。没事，你逗他吧，随便逗。啊，就想怎么逗怎么逗。哒哒哒哒哒哒哒。哦，哇，你家里还有那个？哪个？那个什么钢铁侠，头盔。你可以戴一下，全自动的。就戴完之后叫一声爸爸，他就会把那栅栏门打开，还有发光啊，好贵，这个五六千。这个是里面水。真的。我不敢碰了。没事，你碰没关系。突然不敢碰。你只要不往地上摔就没事。都灰了，是不是很久没戴了？啊，很久没戴了。我突然不敢碰了，因为我怕等一下摔坏。就是我是一个钢铁侠迷。你是
那你试一下，对，试一下，对，就这么戴。应该会很酷、哦。这好像没电了吧？应该。哦、我头戴不进去。我怕你戴进去之后出不来了。出不来。它这个要通电，通完电之后，滋，给我打开。这是去年公司给我的年终奖。等一下啊、哦！搞不来。我把我家的神兽放出来。真的？还有神兽？来来来，你帮我拿一下我的直播间。你别乱跑，因为卡的我会卡。好。你别过来啊、哦！我把我家神兽放出来。给你看一下。怎么玩？这是他家哎。哇！我带进去了。看。我带进去了。真的、哎哎，我带进去了。它都是全自动的，你小心拔不下来。真的假的？要不要让你姐妹给你拍个照？好看吗？我想看。好看，好看。你看看不见，我看不见我自己，我看不见。你们知道这是啥不？好哇，我的妈呀！它是钢铁侠。天哪！我要拯救世界。你可以玩这个。我的愿望是希望世界和平。你知道这啥不？大白鹅，啊，卡住了。小白鹅，这就是小白鹅。哎，我头卡住了。可达鸭，是不是可达鸭？是的。哇，哎，我头卡住了。没事，到时候去医院截肢就好了，就脖子一下切掉。过来吧，我帮你。哎，哎，你敢跟你？你好像真的是个傻屌、哎哎哎、我看看给我看看真的还挺好看的这个哎还蛮好看的是吧还行吧嗯好看还挺有那种钢铁侠的那个味儿两鸭子都笑你鸭子都开心的笑了这鸭子都连开鸭子都开心的笑来自鸭子的嘲讽哎呦还蹦哇哇哇哇给猫吓一跳干别的不怕，就怕他拉屎，就把他随地拉屎。啊，完了，所以你就不随便把它放出来。啊，这是要卡到耳朵了。你自己慢慢摘吧，这个东西我也无能为力了。我觉得我是。帮忙，这个卡住耳朵了。你这个就只能从脖子一下截肢了，你这个。啊！你竟然把我的帽子给我拆成两半了！这个本来就能拆的，这个可以拆的。8000块没了。可以装回去，敲一下就。8000块就这么。我给你装好了。装好了，也要赔3000。嗯，快点，我把它收好。那个没有，要命！要命一条，要钱头，要这个头有。踩肉鸭子的赔10000。要命一条，要命不什么？要头一颗，要命一条，要头一颗。对啊，我觉得这里有一颗头，你要吧？好血腥的。其实我对头没兴趣。那你对手头感兴趣？那。哎，你们家还有这个？嗯，这是划船机。我。这是我平常我锻炼大块腹肌的，那个健身器材。来看我。真的。我的8块腹肌，哎，这个怎么收回去啊？哦，又被你搞坏了。明明就是你家的，是坏的，是不是？故意你弄坏了，然后把我带到你家，然后我跟你讲，我家让我玩这些，然后坏了要我赔。我家里面什么都没坏啊。然后就要我赔。除了个鸭子有点坏以外，都还好。你们喜欢吃鸭子不？又是把它炖了。鸭鸭这么可爱。这么可爱，怎么把它给吃了吧？装好了，不是，1000块还给你。好，行，就丢了吧，啊。啊！加油！因为，哎，你可以来坐一下。我不要，真的很舒服，很舒服，因为就是运动嘛，运动了之后就感觉全身放松，很舒服的。你不应该说运动了之后就解酒了吗？就是学久了才舒服。不是你的姿势不对，我操！你教我。来，我教你来。嗯，手往前送，屁股往前走，来，往前走，往前走。不是，先送回去，然后啊，拉的同时腿用力，屁股往后蹬，来。屁股往后蹬。对，腿往后蹬，手往前往后拉。